阿豪亦都係犯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，就係佢唔用大髀力啊！你見佢咧就用小腿，呢度叫小腿，呢度叫大髀，明白？阿豪跳起射出去，準備唔係針輸，但你一定要跳起射，個渣唔好再收翻嚟，向上，係啦，放鬆，咬起，跳起，下上 ，good shot。今日我哋咧就讲咧射波，大家最常犯嘅错误。好多网友咧会 send 唔同嘅问题俾我咧，话啊我射波系咁，有咩问题啊？或者咦我射波成日唔够力喎，有咩问题啊？首先我提翻各位网友，多谢你支持我嘅教学片。你 send 片俾我嘅話咧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同樣咧，唔好即係就咁問我咧。啊，我唔夠力射波喎，點解嘅？再講多次，我算唔到你點解射唔到。你最好咧，如果你有能力，你就拍片俾我，因為我真係你就咁問我，哦，我射唔到喎，點解咧？我真係唔知噶嘛。另外一樣嘢就係、是。我希望大家在你問問題之前呢，其實射波系列呢我拍了四五六條片的了，已經其實大家可以看了，真的試了那個方法不明白亦做不到了，你尋求建議的話呢你就可以問我，我盡量回答的。但是呢你看了一條片就問我點解嘅，那我有時真的我是幾不想回答這些人的，因為呢你看完先，你試想一下，我片我拍了一個鐘頭射波了，一個鐘、哦、你坐在家看一個鐘都是看我講射波、哦、那我都拍片拍了一個鐘了，試問我怎樣用文字答你呢？是不是正如現在我的心情很難用文字表達的。好了，那我們講回射波，好了，我們講回射波那個問題先。大部分網友咧嗰、那個問題咧，首先我哋就係最常犯嘅一個錯誤，最常犯係最多人犯嘅，係好多人犯嘅，就係、是、一攞波喺呢度，係啦，呢度係射唔到波嘅。點解呢？之前我都講過，你隻手必須要伸直，踭係一定喺個肚出邊。如果你擺呢度嘅話咧，睇住。你第一你拎唔起上嚟，尤其呢你哋會咁樣反埋個碗㗎喎，咁樣喎，然後會變成咁樣射波㗎啦。我正面少少啊，擺呢度。係啦，通常呢大部分人呢就會係咁射波嘅。你黐住喺個肚嗰度呢，你拎上嚟呢必然係由咁樣前後反上，一個半圓形反上嚟。你咁樣反上嚟嘅話咧，你就會咁樣射翻上嚟嘅，一定。你冇得咁樣反上嚟之後咧，你冇得咁樣反上嚟，但係向上射。我哋講過之前射波咧，係個波喺前邊，嗱記住前邊伸直隻手，放鬆屈翻嚟，踭係一定伸咗出去嘅，踭係一定伸咗出去嘅。喺前邊個波由頭到尾都係喺前邊。不會拎埋嚟嘅，因為你一貼身貼住個胸貼住身都好咧，你個膊頭壓住咧，你上唔到嚟嘅。你點舉你睇下嗱，咁樣我記唔記得我講過射波係舉上嚟噶嘛？你咁樣夾住，你點舉啊？舉唔到噶嘛？咁你變成要點啊？你肌肉舉唔到喎，你咪一定反咯，你咪一定咁樣反咯，一定變成腰都咬埋咯，你咪變翻 two motion。呢、这個動作冇問題㗎，你射飛亞威嘛。我唔係話 two motion 一定錯，亦都唔係話 one motion 一定啱。但係現代嘅籃球三分為主，如果你想射三分，我勸你 one motion， 你會比較容易掌握。但係如果你唔係喎，啊，我係一個Jordan 啊 Kobe 類型嘅球員嘅，我梗係你梗係打翻飛亞威啦。即係佢唔會係主力射三分嘅，佢哋主要係打兩分，由兩分打翻出三分，即時
兩分是主菜，三分是甜品。但是現代的籃球用三分，三分是主菜，兩分不是甜品，它是第二個 starter 前菜，都很重要，兩分和三分都很重要，但是呢它用三分拉開了距離給自己撐籃，這個是現代籃球的不同。第一個問題在這裡，第二個問題屈了個碗，怎樣屈了個碗呢？很多人呢個手呢會放在中間這個位置，記住之前我都講過是 C 字型手腕，什麼叫直手腕呢？很簡單，你這樣做拍身前，你的碗直硬的，沒有屈過的。好了，當你反隻手上來，這個手腕現在就直了，你現在看到的手你這樣落碗，它必然是斜的。為什麼呢？你的手還沒直的嘛。記不記得我講過前臂必須要伸直啊？記住這個是直碗，伸直的手臂之後，你的碗就會向前，你就會直。如果你這樣是直碗，你認為這樣是直碗，看清楚，你這樣是屈得超級犀利的，看不看到是屈曬個碗的。你現在這樣落碗，你必然是直的，因為你這隻手沒有伸直過嘛。但是如果你這樣伸直隻手的時候，你就會變成飛了來這裡了。如果你問為什麼個波成日飛去左邊，第一你屈了個碗，第二左手沒有舉起，你沒有左手推翻上去向上射。第三個問題就是這樣，左手沒有真正扶到個波。有很多球員呢他會這樣射波， ready 動作沒有問題的，射波左手不動，你就變成什麼呢？你真的覺得射波是單手的話呢，你就大錯特錯了。射波必然是雙手射波，用你主力手控制拋物線，記住改了它，不要想著是單手射波。各位觀眾，這是單手啊還是雙手啊？如果你覺得這是單手的話，這叫什麼啊？完。記住射波我們一定是雙手的，兩隻手一起向上舉的，右手落碗控制拋物線，左手扶到尾，它是一個街拉來的，街住個波不要偏向這一邊，向上舉起，手指也向上，然後向下落碗，記住這件事，向上舉起，向下落碗，明白？左手必然要舉的。另外一樣就是大家經常都會犯錯的，就是重心的錯。很多人射波都會中前的，何謂中前呢？在那個運球重心我都講過了，其實你的胸口向哪裡呢，看得出你的重心是向哪裡。如果你射波的時候你的胸口是向下的話，你的重心是放在前，pat 就更高了，重心就放在這裡，那你就是中前的了。你中前的話呢，你為什麼不會好呢？就是你可以跳前，但是你用不到你的腳力。看清楚你的腳力，你的腳力是向上的，看看屈完彈個力量是這樣向上的，但是你在這裡個力量這樣向上的時候，臀部趌起，心口中前的話，它一上來的力呢斷開了，你亦都向前撲，所以你射不到波。盡量令自己的身體直，你可以怎樣呢？你屈膝的時候，記住屈膝是不需要力量，不用很用力去坐低的。你沒有見過 Curry 射 Logo 的時候很用力坐低的，如果你認為你要射得大力一點是坐低一點的話，你是大錯特錯。你有沒有見過人家射波，例如就是 Curry 啊，甚至 Westbrook 啊， Westbrook 射中場都針出的啦，是不是？你有沒有見過他我要射中場啊這樣跳啊？不會的嘛， Iron Man 呢不會的嘛， Iron Man 飛起的。記住我們只需要你的身體直，越直越用到你的腳的力量。怎樣可以令到自己身體直又坐到低呢？很簡單的，放鬆隻腳，放鬆隻腳，放鬆隻腳，不要趌起個 pat pat， 放鬆隻腳。之前講過我們要 lock 腰的，再講一次，你無需要刻意地去 lock 腰。我們之前有套教學片教臀部肌肉訓練的，那個是訓練 core 的第二 part 來的。你只要練好呢臀部肌肉這個位置的話呢，你的臀部肌肉有力呢，它必然呢是向前的。你發覺你臀部趌起的時候呢，向上翹的時候呢，你的臀部肌肉是放鬆，腰是用力的。當你企翻直，臀部向前的時候咧，臀部收緊，腰是放鬆的。你無需要刻意落腰，但你只要不要用腰嗰度用力的話咧，
你就已經射波可以好準。記住，放翻鬆，平衡好，坐低，下上，明唔明白？下上個人盡量都係直嘅。咁你見到我咁細力咧，就係因為我全部嘅腳嘅力量我都利用到。你記住，你要利用嘅係腳力，唔係用你隻手好用力咁去射出。最後一樣嘢啦，就係甩手嘅問題啦。大部分人咧射波咧，點解會歪呢？因為你甩手。首先第一樣嘢，睇一睇個波擺落地下，佢唔會喐嘅，係咪覺得好低能啊？咁個波擺落地下唔會喐嘅，咁點解佢會甩手啊？係個波喐啊，定係你令自己甩手啊？你甩手嘅主因係你身體嘅發力不平衡。例如咩呢？左腳用力，右腳唔用力。但大部分右腰嘅球員係點呢？就係單腳跳嘅時候，左腳用力，右腳冇力嘅，左手走攬，右腳跳唔起。但係雙腳咧好得意啊，右腳用力，左腳唔用力，所以你個波咪歪左邊。依度用力，依度唔用力，咪歪左邊。你睇下嗱，我依度用力，依度用力，依度唔用力啊嘛，你就歪去嗰邊，你就會開始甩手。我哋要做好嘅就係平衡好。你有冇需要抹到好闊？冇需要，唔使好闊。一個平穩嘅步伐，唔係闊就一定好嘅。睇重量，同金字塔一樣。你體重越重，好似我體重咁重嘅人咧，我會抹到咁闊嘅。如果你體重比較輕嘅人咧，你可以薄啲都冇問題。所以你見咧 ，Curry 咧唔會抹到好闊。最緊要你個人習慣平衡好，記住我哋係兩隻腳一齊用力，你個波落翻嚟咧就會直噶啦。如果你就係右腳用力，左腳唔用力咧，個波咧就會歪向，就會歪咗啦。嗱，再睇一次，我正面睇住。OK， 兩隻腳一齊用力，個波必然係直落翻嚟。但係如果你大部分人就係咁啊，踏一步右腳用力，左腳唔用力，個波就會飛咗嚟呢一度，飛咗去左邊。重點記住，我哋就算 one two step 踏，都係雙腳一齊用力，個波落嚟佢先會直嘅。明唔明白？再睇一次 ，one two step 向上落翻嚟，兩隻腳一齊用力。個波落嚟就會射。咁我哋而家咧就試下請翻咧阿 CM 同阿豪出嚟咧講下射波嘅問題，睇下佢哋嘅問題會唔會係你嘅問題啦。好啦，請咗阿豪同阿 CM 出嚟啦。因為太長氣嘅關係，我哋唔好令到條片太長啊。我哋每人示範三球，話俾大家聽個問題喺邊一度。OK， 射 catch。好啦，一球再嚟 ，hot take。係啦，第一樣嘢，阿豪個踭咧就啱啱冇拎出嚟。記住，我哋接波咧，隻手咧 ，sorry 啊，先拎出嚟先，係啦，咁樣接波，係啦，你可以咁樣向住我噶嘛，係咪？左腳指住個框 ，one two step， 右腳向住我，係啦，令正個踭咧睇住喎，個踭拎出嚟，個波飛埋嚟嘅時候咧，無論幾快都好，肌肉同肌肉咧會令到個波射力嘅，睇唔睇到？肌肉係會射力嘅，所以唔好諗住 catch。你接唔住粒子彈嘅，當你一接住個波 catch， 呢度手指、手腕、膊頭，你都會揸死咗。你射波咧就會棘住棘住，然後掉咗個波出去噶。有時你射波，咦唔順嘅主因就係揸住咗個波。放鬆，記住，我哋係用肌肉嘅彈性接 catch shoot。OK， 再嚟阿豪，準備，係啦，波。第二，阿豪射波咧，你会感觉到啱啱射波嘅时候咧，个重心咧系攞唔到个波嘅正中心，佢系有少少甩手嘅感觉，佢唔系用手腕控制嘅。点解呢？就因为个波咧，佢用手指咧接咗先。呢样有咩唔好呢？当你接波系手指先的话咧，好大机会咧。個波嘅正中間就落咗喺手指嗰度，落咗喺手指個位唔係唔好，但係好容易甩開。我哋如果你接波嘅話咧，我接波咧，我必然用手腕呢一點接先，一接係用呢一點，睇住呢一點掂落個波度，放隻手落去，然後向上落腕，明白？再睇一次，呢度掂呢點，向上落腕，
明白，我哋係用呢、這、一個呢隻手嘅上方呢一個位置控制個波。OK， 睇住阿豪，再嚟接波，用呢度掂嘅，準備，我交俾你係啦，接，好停，係啦，呢度睇住咯喎，掌呢、這個掂咗先，放隻手落去，左手盡係用手指，唔好用手掌，左手盡量用手指，唔好用手掌。OK， 然後人係直嘅，人係直。胸你見到阿豪而家個胸咧係向前嘅，試下輕輕向上舉起個踭，個胸嗱睇住，睇住上半身咧其實要向後咬少少嘅，胸向上，胸向上，係啦，下巴向上望 ，OK， 坐低射出去，係啊 ，good， 嗱甩咗手再嚟多次，波接，胸向上停，個踭推翻出去，係啦，胸向上咬起，係 ，shoot，good， 呢球。弹起，记住咧，嗱，阿豪亦都系犯咗一个好严重嘅问题，就系佢唔用大髀力啊！你见佢咧，就用小腿，呢度叫小腿，呢度叫大髀，明白？阿豪跳起射出去，准备，唔系针出，但系你一定要跳起射，个踭唔好再收翻嚟，向上，系啦，放松，咬起，跳起，下上 ，good shot。呢球好靓啦，个力量就好靓啦，明唔明白？咬起个踭，记住唔好喺侧边嗱。睇一次阿豪成日个踭喺呢度，呢个最严重嘅问题。用大髀嘅力量，大髀嘅力量跳起，然后向上伸直前臂，拉屎一球，咬起向上望，挺起屈起，准备坐低跳。系啦，嗰个向上落碗，向上落碗个碗松咗。明明白，好到阿 CM 啦，又睇下 CM 射波啊，射一球先，系啦，哦，系啦，哦 ，good shot， 再嚟，系啦，好停，嗱，啱啱 CM 个问题就系咁啦，企翻后一步，一接波几花巧咗嘅，一接波嘅时候咧，重心中前，呢、這个就系中前问题啦。佢咧利用翻手指咧，佢嘅最後咧，佢都係用手指落個波落咗個重心落咗喺手指度，去拉翻個波。雖然啱啱個球都入咗，但係咧並唔係穩定，射個波有輕輕有啲飄嘅。記住，左腳後少少，係啦。第一樣嘢係啦，上空企起，踭咧都可以走定出去先。第二，而家咧個波咧見到咧手指攞咗個波中間咧，大部分都係錯嘅。記住，掌心掂 ，OK， 係啦。个波个力量应该由呢度嚟嘅。当你一举起嘅时候咧，个波咧就系呢度一条直线。睇住呢度一条直线落，一路落就系脚尖。呢度就系一条直线。你个波任何时间都要喺呢条直线上边跳起嗱，挛咗啦。记住上空昂翻起少少，脚坐低跳起，伸直前臂，前少少，前多少少都冇问题，系前多少少都冇问题。准备 shoot， 系啦 ，good shot， 再嚟个，手咧嗱，睇住，啱啱 CM 咧起手点咧喺呢一度嘅，起手点低冇问题，离手点不能低，你起手点呢度，但系 CM 嘅离手点喺呢度，起手点喺呢度，离手点喺呢一度，起手点喺呢度，离手点喺呢度。明唔明白？我哋離手點一定係向上嘅，再嚟多球先，係啊，下上 ，good shot， 再嚟用掌，心控制個波落咗喺手指度，再嚟放鬆放鬆，誒、個碗歪咗，睇住個碗咧，記住我哋接波嘅時候咧，手指會通常都係指前嘅，向上轉碗，向上。向上，向上，唔好转咗入去，唔好咁样扭入去。向上，向上，系啦，向上，接个波向上，系啦。之后跳起，停，系啦 ，good shot， 呢球。好靓，明唔明白？啱啱睇完两个 CM 同阿豪射波，嗱，大部分问题都系嗰几样。前面个踭冇喺前面，成日去咗后面或者喺侧边。
記住一接波嗰踭咧，一定係走去前邊，明唔明白？你先可以向上落保護。記住呢個重點。好啦，今日咧長氣咗少少，唔好意思啊。但我希望咧，大家可以睇完呢條片之後咧，你對翻自己嗰個射波。我成日叫你哋拍片，唔係俾我睇，你俾自己睇先。有好多人認為自己射波咧係好靚嘅，其實現實係咁嘅。記住睇咗自己嘅射波之後，你會發覺咧，你揀推定掉射波，你唔好話呢個叫射，呢個叫推。哇！你咁樣揀，你贏曬啦，係咪？兩個都叫射，呢個叫推，係咪？呢個叫掉，你揀啊！咁樣成日屈人哋，呢個叫射，呢個叫掉，呢個叫推，一係推一係掉，冇第二個噶啦。你揀邊個？係咪？就係 one motion 同 two motion。two motion 係掉 ，one motion 係推。你揀邊一樣？你明白？記住，射波必然係推嘅。唔好再笑人哋推波，我會笑翻你掉波。好，今日完，要pass。